<music> 福斯新闻网十一号专题报道，聚焦美国军事造船业困境。受到不断扩大的全球海上威胁、频繁的军舰设计变更、成本超支以及无法招募和留住造船工人等问题影响，美国海军造船业的产量降至二十五年来的最低。例如，著名的马里内特海事公司，按照美国海军的合约，应该在未来几年交付十艘星座级导弹护卫舰，但受到劳动短缺等因素影响，目前只能年产一艘护卫舰。嗯 美国海军情报机构泄露的文件显示，中国大陆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两百多倍。专题中形容这是恐怖造船规模，而且专家指出，中国将这十年视为战略机遇，而且美国还没办法缩小与中国的差距。中国大陆目前有三艘航母，不过最近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，辽宁大连造船厂疑似发现零零四型航母船体模组，宽度可能接近四十公尺。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，零零四航母如果是十万吨级，可能就是。 核动力舰载机应该可以达到八十五架，而且它有三个要吃动力的。第一个，它的推进，你这个是不是要核动力？不要再再不要再再油库了。第二个，电磁弹射吃电，你要把二十公吨到三十公吨的战机弹上去，这个瞬间的中压电要很强。第三个，这个零零四的话是电磁轨道炮，电磁轨道炮是吃电的哦。 电池加速把那个炮弹送出去哦。张元廷还指出，零零四型航母将来可以跑到太平洋、大西洋，甚至进入印度洋，因为不需要加油，只要在航空用油就可以了，就是一大里程碑，将大陆推升为海权大国。不过，零零四型航母如果要下水服役成军，大概还需要六年，也就是二零三零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